很准时嘛。你也是，买好票了？没有，德意白客边上两张。什么？德意白客边上两张。你说什么？最后一排靠边上的两张。买点东西吃，甜筒冰淇淋两个。没有甜筒，只有莲花杯。莲花杯？嗯。让人带的。那边。不用看了，泡妞喂。哦，泡妞喂，这就是了。说吧。怎么买这种位子？喂，那段有没有好戏看？看起来这一段有劲呐、啊，一坐下来就又摸又捏又亲呐、啊，好像是真人表演。真的？是呀、啊。走，你们看，就是这对。来来来，哇！哎，阿美，啊、吃冰淇淋。你捏什么捏那么久？捏冰淇淋。嗯，冰淇淋都要捏？分一点好吃吗？哎，那么不小心，我替你看。啊。啊，这么黏糊糊的、啊嗯、哇，原来这对更厉害。哎，不要用那么大力嘛，会断的。怎么样嘛，轻一点，轻一点才能够出来。还不行，干脆我脱下来，你自己慢慢弄。用剪子就好了，剪断它不就行了、啊？好了，总算出来了。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。就是。啊，吴小金龙、嗯。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他不用吴小金龙，难道想用云游四海？不怕，我有秘密武器，不怕他。他干什么？东门大开，要不要像罗丹多说的，有机会别放过？嗯，不行，我是正人君子，我受过高等教育，我不可以做衣冠禽兽。